9月18号，由无力大芒果 TV 操刀出品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四季第一位奶爸名单终于公布了，当当当当，就是元老级爸爸田亮。然而这次妮莉亮哥华丽回归，带的不是萌萌的森碟，而是可爱的二儿子小亮仔。在公开的宣传照中，父子两人都穿着小西装，脸上洋溢出来满满爱意的笑容。哎呦喂，这家子真的颜值高到飞起呢，难怪迷妹们都求嫁。话说第一季中，妮莉森碟小天使可是一个元气满满的 girl， 无限的精力真是让田亮爸爸都有些 hold 不住。不知道我家小亮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软萌 boy 呢？这段时间小亮仔的名字可谓是众多吃瓜群众讨论的热点。田雨辰、田晨宇，田亮叔叔你很会玩吗？据悉爸爸去哪儿第四季加入了星爸加速娃模式，采用原生爸爸加实习爸爸双线路并行，完全不一样的玩法。哪一种老爸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？芒果捞新闻，不知道下一组爸爸萌娃又会是谁呢？报道。